Hello， 大家好，我是老王。我们这个拍影片那么久了，有一些这个拍啦啦队的流量都还不错。那这样总是拍啦啦队好像也不是办法。那我干脆来做一个啦啦队养成计划好了。那这个计划呢，就是要让那个素人经过一连串的训练，然后去甄选啦啦队。那最后会不会中选呢？其实不是重点。那我是希望说能够透过这个影片让大家了解到这个拉拉队甄选的过程大概是什么样子。那说实话，现在拉拉队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职业，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透过这一系列的企划，能够让观众能够了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参加拉拉队。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去找我们的贝贝，等一下我们就去跟他说我们这个企划，那看他的意愿是什么。好，那我们大家就先去接他。好，我们今天呢，就是我这边有一个企划啦，就是想要跟贝贝讨论一下，就是因为上次有聊到，就是你有兴趣是跳舞嘛，对，那我们这边就想到一个新的企划，就是不知道你对这个啦啦队有没有兴趣？这是整人计划吗？没有，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毕竟喜欢跳舞嘛，那应该也是需要有一个舞台来展现你自己。那我觉得现在好像还蛮多这个篮球的啦啦队有在做甄选的嘛。所以我觉得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朝这个啦啦队来迈进一下。那不知道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想法？我觉得啦啦队应该是我梦想的职业。哦，那么巧，刚好我啦啦队是你梦想职业。因为我自己本身会打篮球啊，啦啦队刚好是可以打篮球又可以跳舞，是一个心愿两个满足。你平常就是有在做啦啦队的相关训练吗？或是跳舞？就是平常会去找老师练舞，但是要选啦啦队吗？我有点紧张耶，就是会有一点不敢，但是我有在练，但是不敢这样。反正我们这个企划就是要找一个素人来去挑战这个甄选啦啦队嘛。那刚好你好像都符合这个条件，反正我们就上吧。那首先啦啦队就是要先会跳舞嘛。好，那我们就找一个时间来去看一下你练舞的情况好了。哈，真的假的？我跟老师上课干话很多哦，可能观众就是想要听你干话。A few moments later，